欢迎大家收看《大道中环》。来到最后这一集，相信大家对于道家思想当中的精要不多不少都会多了一重认识。邓博士，很多谢你这么多集做我们的嘉宾。其实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机构或者节目呢，都在弘扬不同的中国文化，当然包括是道家思想。这个情况会不会就好像是道家思想当中所提到六亲不和有孝慈，即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似乎越来越低落，人们没有什么中国文化的涵养，才会这样的情况？是对的，因为这样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弘扬传统文化，前提就是我们整个传统文化已经失陷了，变成失了方向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了，国家民族都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近这20年来复兴传统文化如火如荼。当然传统文化预识到三个大的内容，儒家有儒家，佛家有佛家，道家有道家，大力地去弘扬，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在这个阶段。不过似乎距离真正的成功还有很长的路啊。对，还有我听过有句说话，就是如果是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人，只不过是血缘上面的中国人来的，是不是这样说的？对的，因为我们看很多移民去外国的，譬如第二代第三代，虽然他们在血印上还是中国人华人，但是整个即生命的内涵思想都是外国的，所以应该要有我们传统文化的涵养，然后这个才是我们叫做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人本身就不是从个血印种族讲的，从文化讲的，这个自古以来已经是这样看的了。除了各大家其实各个都有他的不同的特点和好处，我们就这样看道家思想，就是要做到当中我们曾经谈过的无为、逍遥、无私这些精要，如果真的做到的话，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不错。一个有道的社会，还有很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自己理想的社会来的。首先就讲无为，其实在政治层面上面，如果真的个政府是做到一个无为的政府，那个影响或者最受惠的会是怎样？受惠的政府自身那个凝聚力会很强，还有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这种无为之治最重要就是个统治者怎样好好管治这个社会。而这个社会本身是开放的，我不用自由这类字眼，有雷同到今天的情况。开放就表示没有掣肘，老百姓能够尽他自己最大所能去生活，去发展自己的理想。这种社会应该 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来的。而道家老子就倾向于去表达这种社会。如果各人都做到逍遥的境界，是不是大家的关系都会很和谐呢？非常和谐的了。逍遥本身就不执着于名利嘛，人世间的纠纷通常就由名利所引起的。至于无私和利他，表面上我们都会知道，哇，即个个都不自私啊，或者个个都去帮人啊，有爱心啊，当然就是好了。但是真的要做到这样东西的时候，如果不是说人人都做得到，或者不是人人都是这么高的层次，有些人可能只是起步点，有些人就可能做得多一点，有些人已经发展了很久的了，这种概念其实融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又是怎样呢？这个是最正常的社会来的，因为人本身真的有层次高低之分，有言语之分，就是先知国后知，所以这一类先知者言者在个社会里面就起了大领的作用，做典范的作用，作为中流砥柱被其他的老百姓去效法去追随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会有这么多贤者，会有这么多受人尊敬的人，就因为这个这样的情况有高下之分。如果我们自己人人本身在这个时代去接触到这些传统文化，觉得它当中的好处在哪里都认识到了，自己开始起步去研究去学习，或者去自己做到自己各方面做得好先，那怎样可以继续弘扬下去呢？即是我们还有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这个阶段的弘扬传统文化是要对峙回清末民初以来那种反传统的那个时期，所以会用很大力地去推行去宣传。
咁再過幾十年啦，咁大家對於傳統文化都有個起碼認知受用啦，就唔需要好似今日咁樣咁著力噶啦。呢個時候我哋文化精神咧，透過我哋中華民族啦，我哋中國人表現出嚟，好自然就會對整個世界有幫助嘅。因為今日西方主流嘅文化咧，確實產生好多偏蔽，呢啲偏蔽咧係藉住我哋中華文化咧傳統文化係可以有種救治之功嘅。咁但係始終香港啦，就係、是曾經係殖民地啦，亦都係華洋共處嘅地區咧，好多年啦。咁其實即係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個好處喺邊度，實行嘅難處喺邊度，可能大家都會知道。但係另一個層面就係點樣可以保持翻即係香港人喺即係有國際性個視野嗰個角度方面咧，點樣可以保持翻同中國文化嗰個平衡？如果點我哋唔好執著國際視野呢度，因為所謂國際視野究竟係指啲乜嘢咧？咁因為要去外國留學先攞到國際視野啦，咁呢個唔一定啦。因為今日嘅傳媒已經好發達噶啦，喺電視機旁已經睇得好清楚。係或者上網已經冇分地區啦。為咗呢個國際性嘅或者有國際視野啦，將我哋教育啊，將我哋文化生活啦。特登或者刻意咁扭轉到跟西方人差唔多，但我哋本身唔係咁嘅形態嚟嘅，到最後係得不償失嘅。咁同埋有一個即係比較有趣啲嘅題目咧，就係、是、有啲人覺得其實所謂嘅旅遊業咧，喺香港嚟講，即係香港可以俾人去玩啊、參觀嘅地方啊，其實佢哋成日講嚟講去咧，都係飲飲食食啊，或者買嘢啊等等。其實你覺得喺弘揚中國文化呢一方面，可唔可以喺旅遊業當中佔一個位置咧？即係除咗係我哋中國人要識得之外，其實其他嘅即係非中國人啦，我哋叫做佢哋係咪應該都有機會去認識一下呢樣咁好嘅？當然是好的要一起分享嘛。問題就是旅遊就變成純粹享樂的事，就當中譬如古建築或者我們傳統文化的一些內容可不可以講到精神呢？這個就是關鍵。即可能這個題目呢就更加大了，可能大家要慢慢去研究一下。同埋即係聽博士咁樣講啦，即係若果我哋對於即係道家思想了解得更加深嘅時候咧，或者自己做得更加好，即係根據道家思想所提點嘅一啲嘢咧，做得更加好咧，呢一個世界開心似乎好簡單。係啊，越簡單嘅事情越開心。同埋似乎我哋對物質嘅要求咧，可以越嚟越低，或者唔可以話越嚟越低啦，反而係唔會話再不斷咁樣去追求咯，因為個人嘅滿足咧，已經好大部分嘅精神上面已經做到咗。啱，冇錯。因為人本身係有慾望嘅，呢個慾望唔好擺喺物質口腹之慾嗰方面，佢自然就會轉去精神嗰方面噶啦。咁呢個人本身嘅生命價值咧就會提升噶啦。同埋咧，我都覺得即係。如果知道了即係道家思想當中的精要之後咧，自己會覺得啊，其實物質都不是啲咁重要的嘢，因為其實物質的確真實咁樣存在，即係一間屋啊、車啊、衫啊等等嘅嘢係存在，但係佢當中嘅價值咧係咪存在呢？可能今日是300万，可能下一年是100万，又或者你一件衫著過一次之後，可能由3000元。變咗做1000元，即係只不過個價值係人去賦予佢咯。咁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即係其實所謂有嘅物質咧，當你越擁有得多嘅時候咧，可能你自己即係要煩擾嘅嘢啊，或者要處理嘅嘢係更加多，即係包括你嘅可能要做買賣啊，或者會唔會驚人攞咗你㗎、或者點樣去保養啊、去保值啊，即係呢方面似乎係令到你嘅精神壓力更加大咯。正話呢一番説話咧，正正就係道家智慧嘅表現。即係睇透咗物質嗰個所謂真偽，同埋佢嘅價值所在。咁一睁睇到原來嘅價值只不過如此嘅時候，就唔會再執著噶啦。放下執著啦，呢個係與色道共通。咁道家都能夠好好表現出嚟，所以我哋係需要擁有道家嘅智慧，好好去面對我哋今日嘅生活。再一次唔該曬鄧博士嘅，咁希望咧好快喺不久嘅將來啦，有鄧博士啦，或者同各位觀眾啦，可以再一齊咧去探究一下道家思想當中各點嘅精要。希望各位咧能夠攞到道家思想當中嘅精要之餘咧，係可以用喺自己嘅生活當中，套用自己生活當中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慢慢去弘揚下中國嘅文化嘅。唔單止俾你嘅下一代，可能係你下一代再下一代。希望好快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全球首个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www.taoist.tv。